像在台湾有一些媒体的话，它是比较恶意的抹黑的这边的情况。我认为我们也需要站出来替我们在这边的所有台青台商来做一个发声。我们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好，是绝对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子。介绍的话，这个是妹妹吗？然后感觉这边的学生其实对我们也都非常的照顾和包容，就是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样。一这里不断的是推动的我们两岸的和谐这一块的话，其实它是没办法被阻挡的，是在已经在本来就在大陆本地的台湾年轻人，还是刚刚要从大陆从台湾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其实都是往着自己要未来发展的趋势去做的，而不是说台湾认为我该怎么做，那我才怎么做，是我本身想怎么做才是重要的。